今天约了我男朋友要来他的火锅店吃饭，可是我迟到了，我好生气。对不起，我们进去吃饭啦，走走走，走啦，走啦。哇 ，Jamie 你就好了，可以到 Sour Grammy 这个全马首家的功夫频道主题餐厅大吃一餐，而且还是顶级的吃到饱火锅啊。对呀啦，这个就是我男朋友的火锅店。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就是黑松露野菌汤四川麻辣汤，这里充满典雅中国风的装潢，漂亮又大方，在这么舒服的环境底下用餐绝对是一大享受，再配上这么有特色的汤底， Jamie 啊，我被你弄得口水都快 hold 不住啦。我要介绍一下梅菜丸、黑松露丸还有四川麻辣丸。 Oh my 妈妈也太多配料，除了丸类还有肉片、海鲜、饮料、甜品、饮食肉，绝对让你的胃大很满足。最后压轴的就是我男朋友设计的功夫面。嘿嘿，怎么能错过这里的主打功夫面呢？喂 Jamie 留点给我嘛。嗯，那边有秀看，重头戏来了。没错，这里每个小时都会有精彩的功夫片的 3D 特效动画表演哟。最棒的还是这里的员工还会现场为你上演精湛的舞蹈表演，绝对是 so happening。 不仅如此，生日的寿星还可获赠免费的长寿面，绝对就是贴心100分。这里可是还有许多电影场景和人物任你拍照打卡，有的吃，有的看，还有的玩，不去体验一下就虚度此生了，你还等什么呢？赶快揪亲朋好友一起去找功夫片大大吃特吃啦。喂 Jamie 等我。嗯，吃饱饱了。喂，怎么还在这边呢？哇，我已经吃饱了耶，你到底要生气多久哦？啊，分手啊。